今天好餐具要跟大家分享的是《海贼王》的精品啊，万普的精品啊，和之国篇的小玉啊，正式姓名，然后是金正的、哦，正式的名称叫做黑炭玉、啊，它跟大蛇是同一个家族的、啊。打开里面应该没有意外吧？你看又是一样。真的很浪费空间啊！反正这个系列就是这样。抽出来，底座、头部、身体分成三个部分啊。目标成为性感的女忍者。那其实如果叫那个小忍。对他使用那个时间之术、成熟之术，那不是一下子就起来变成性感的忍者了？底座，而且算起来，他其实是《和之国篇》的团体战的 MVP 啊。他那个是什么动物果实？我有点忘记了。正面这样子，然后可以看到他的身体补丁其实非常的多啊，他的和服的补丁其实非常，这边有补丁，这边整个也是补丁，这里蛮多补丁的、啊。那发簪其实蛮好看，那发簪注意看，还有那种小花朵，而且是爱心的，蛮可爱的。正面这样子，侧面还是看一下好了，这角度看不到，哦，看不到内裤啊，只看到里面的裙摆啊。不这样，这样感觉有点像变态。然后脚穿的是木屐啊，木屐，正面、侧面，这个我必须讲，这个精品小玉，我有看到人99块在丢，所以如果真的要寻找特价的精品，可以稍微留意一下，99块，我觉得有点惨了、啊。正面、侧面，应该把它做成有个狮子的。那影片介绍这里啊。这是万普的精品啊，万代和万代的万普的精品，然后是和之国篇的小玉啊。